啊，找天正我日了，你地方暗房，那你暗房暗的好吧？暗房暗龙宝宝干，宝宝干三号，把三号干了好吧？暗房宝宝干三，我给你塞一个行吗？我给你塞一个，你暗房吧，我给你塞一个。怕他妈不点，他妈不点不学会了。他可能直接飞机的，你知道吧？他大客我们应该直接飞机，我操！扛十一回，扛到地心泽送他们上去。直接无间飞机，没有没有加野兽了。请宝宝呀！哎呦我操，宝宝血成都快，还这么快？完了，血慢，上盾就好了。绿一下，宝贝。臭宝宝。嗯。我们不需要比别人绿的多，只要别人绿的时候我们绿多少就好了，没必要比人家绿的多。法师把盾上了，好吧，法师开始把盾上了，上盾上盾。我操，我怎么这么多血没了？法师把盾上了，宝宝防着啊，我上个盾，我宝宝自己给自己卡了。地府放下继续甩，好吧，继续甩，继续甩。你大行的话砍对面的，砍一号吧，好吧，砍一号。OK， 你大的宝宝跟一号。我扛住。没点，没点。慢。慢。死就死。应该会贴我，咋站一只了？绿色，操，地府没宠了。三个币了，接了吧，回不去啊！你化身够是吧？不是，大唐够了。大唐不精了，点吧，要不然这边。战一次搞过来不太好了，那就点，那就点，那就点，把白头山少主干了，好吧，就干白头山少主，把白头山少主干了。横扫加经济五啊，宝宝避了要锤啊，发现个自己卡了。之后宝宝都不顶血啊，宝宝一定要锤他，点死一个就可以了。不点死他，真菌过来我们扛不了。五个战役对五个战役，刚才我也跟，一个宝宝顶血够了，两个避雷的。我去，这不拉的金刚，胆子太大了。你肯定拉金刚呀。三个够了，完了。对面这不走真菌不炸了吗？这小爽怎么能不中啊？我靠！别走真菌了，浪一下六个战役啊，没超战役对面。听话听话听话，浪用。金涛路这个是暴击的，点错人了。我操！要点底下那个龙太子。还行吧，地府要把宠出了，我进进一个房点上，你和尚回去活，赶紧回去。我防御圈，我把防御圈退了吧，没防御圈。就我没防御圈和你没防御圈，他们有防御圈，不退吗？不退不退，你回去活吧，你给我回去活了。我操，宝宝飞了错宝，还好，我进进了，你给我回去活一手啊。法器的话，你去点一个好不好？取秒吧。地府宠先出了，一亮先出宠，宝宝都顶血啊，这几个宝宝都顶血。小爽没中，太他妈伤了。
也太无间道。绿一下，没绿啊，没事。再绿一下，绿啊！操！意思啊！很难考到九回合，说实话，很难考到十回合，扛不住了有点。有破碎可以破一手。别怼我了，我去啊！别怼我了，还他妈见到师傅。哎，一波小爽没中，他妈成这样子，一波小爽没中。哇，这宝宝还在飞，还要连。哇操！宝宝打他妈就打一下了。法器的宝宝要给地府顶了，要给地府顶和尚，你回去活我。大唐破碎吧。破碎破了个龙太子，把龙太子破了，破四陀也行，破四陀吧。他是都休息啊，别破，他会防御的，别破四陀啊，别破四陀，他是都会防御的吗？啊，那你破龙太子好吧，把龙太子破碎了，我是龙太子把他破碎了。地府光辉毒先毒好吧，先毒先，哎呀，破错人了，完蛋了，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破碎破错了，啊，破碎破错了，要破龙太子，你不让破龙太子。白桃山少主失血肯定会贴的，看到了，一刀破死了，破死也行。两千四的血怎么可能破得掉了？太难受了，这白破碎，把对把底下龙太子破光的话，少一个输出的。哎呀，完，操！他龙太子暴击麦不是主天吗？没了呀！我他妈顶不住了！我操，伤害太爆炸了，六千六！我操！他是没放吗？是龙太子是吧？他会叫小叶出来。是啊。法器点秒，法器点秒，我舍自己，只能这样。你杀了呗，只能杀了呀。来啊！但是没宝拉，你一来一顶血，一来一顶血。那个。地府的拉瓦，地府的孩子，地府的孩子好快呀、啊！地府的孩子，地府的孩子好像比对面的物理都快啊！你地府的孩子尝试拉我一下，好吧？地府的孩子尝试拉我一下，我喝了给自己卡一个，能拉得起来拉，拉不起来拉了，好吧？法器秒，秒一秒。完了，比对面快，比对面快，对面连环技连吧，扛不了，主要龙太子没丢，放不下，这个伤害太爆炸，伤害丢不过来，六合格，你过来飞七千，懵了我操。他的名字叫我是龙太子，名字看名字了，这一个个说啥了？他看着人了，龙太子，你是看准人了吗？人家名字叫我是龙太子，我说的是名字，不可能说角色的，说角色干嘛？骚呀！
不行了，玫瑰树废了，我起不来了，主要是。没追，没追，下一场，下一场，下一场。你俩晃来顶不住他的伤害，你知道吧？不是就别人顶不住伤害，你知道吧？伤害顶不住，他妈太猛了吧！七分。哦、他们都在雷系了，他这些人。小爽中就赢了，嗯，小爽没中。小爽中他就只有一个了，只有一个林波，怎么缓三回好太多了。嗯，下回给他点一个。